定走，炎夏还没到吗？现在离比赛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要不要再等等，延后一下比赛的时间？不用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到。比赛准时开始。再这么拖下去，肯定来不及。我不能错过这场比赛。只有15分钟了，你快点！使命必达。剩下的交给你了，丁文晓。这就是我的主题萨，采用了中式文化的传统刺绣，西方的斗篷版型加上中式元素，在沉稳中添加花俏，更显年轻化和时尚感。这一款针对的是常年在户外工作的人，里面的款式跟之前那套是一样的，但在外套上添加了新的概念，收腰和后摆的位置上做了简单可收放的调整，这样即使在里面添加了厚一点的西装，胖人穿了也只会显瘦不会臃肿。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日常生活中都以正装为主，那么隐藏的内在的部分尽量需要注意舒适和贴合，延展性要高。经由5位评审和 DI 的82位员工的投票，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。以成本和利润以及市场的接受度，新晋设计师炎夏和穆总监仅4票之差。炎夏他究竟得了什么病？长期的劳累造成了肝功能的损害，如果不提早就医，可能会演变成肝癌。炎夏他得了肝癌。丁文笑，给我出来！阿姨，阿姨好。别叫得这么好听。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这么折腾我女儿啊？害得她一天到晚不回家，一天到晚就以什么工作为借口，成天跟你厮混，现在都弄到医院去了，你给他挂了什么迷魂汤啊？阿姨，我想您可能有误会，公司最近有比赛，确实比较忙。比赛？什么比赛啊？是你和我未来的女婿比赛，谁先得到炎夏是吗？那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这个裁判已经裁定了，你输定了。我女儿炎夏从今天起绝对不会再来 DI 上班。她想来还来不了呢。什么意思？那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女儿炎夏已经被 DI 开除，请你务必帮我传达到。